才刚到而已，然后我就立刻来拍开箱。这是我有史以来买过最多最多的一次，那个邮费也是最贵最贵的一次，也是最重最重的一次。我这一次花了将近2000多到3000块来买我这一批淘宝，我的运费很贵耶，我花了1238块起。哇，这1000多块我可以再买多一批淘宝了。淘宝货的重量呢，总共是有47公斤。主要为什么会买这么贵这么重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买了很多拍摄的器材，所以才买了这么贵，而且很多都是敏感货、易碎品。除了这些，就是买衣服咯，女生最喜欢买衣服了，所以我们也废话不多说啦，现在立刻马上来开箱，看我买了什么东西。现在直接来开箱啦！经过了半个小时，我终于整理好了，但是是整理好第一箱而已，我后面还有两箱排队等着我开。我第一次买淘宝，开淘宝开到接近心累的状态。首先呢，就是噔噔噔噔，它是3个1 set 的。买回来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这样子摆，然后我可以把商家的产品也摆在上面，然后拍照，就整个感觉就很好看，然后也很。意的感觉，那管理地很好耶。这是一个石头哎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啊。不过我是为了买来工作用的，觉得这个蜡烛 ，Oh my god， 真的是很香。我才刚刚开那个箱子而已，这个蜡烛的香味直接散发出来整个房间。第二个就是这个桌灯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很美，放在桌子，然后我拍照这样子也很好看。USB 插头的。第三个，哒哒，我觉得这个很美，可是嘞，美。提到了又有一点诡异的一点类似，我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音乐盒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抽屉。重点是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音乐盒很诡异，你们听一下它的音乐。哎，有音乐了，音乐了，哎，哦，还要这个箱子拿出来才能出声音啊。希望它晚上不会自动出声音。第四样东西就是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木，然后放一个杯下去点蜡烛，就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装饰品，所以我也买回来了啦。下一个就是我有点失望的东西，其实这是一个假的书本，就是空壳来的。我失望的原因是因为它被压扁了，然后不止一本，不过还是可以拿来当做道具的啦。 Next one， 睫毛夹。我本身是有睫毛夹了的啦，只是我买多一个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它就可以分区域。我的睫毛呢是比较不听话的，比较乱，每次用那种普通的睫毛夹嘞，夹了它的毛会很乱，然后可能这边没有夹到，所以我就买这种的，可能我这边没有夹到，我就可以这样子去夹咯。下一个就是我不知道要怎样去跟你们解释一些水果的道具，可能有些产品它是水果的类型的，就可以用到这些假柠檬啦，这个也是一个拍摄的道具，可能有些产品适合到这些东西，就可以拿来放这摆着摆美。这个也是，下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框框，有不同的颜色啦。这个是正方形的，有时候拍东西突然间要的东西找不到就会很烦恼，所以我这一次买的这批淘宝货就买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东西来用。蜡烛灯，这是一个灯来的，很美，这样拿来放在房间，这样放着也很好看，它的 quality 也是不错。Color 的闹钟，它有白色和粉色，我买了粉色，因为我房间是粉色系的，可以放在我床旁边。这个是一个洁发膏，就是头发的 scrub， 因为我的头发很容易出油，刚好我就在抖音看到这个东西，不知道好不好用啊，不过我就拿来 try 一 try 哦。 Next one，这个也是一个拍摄的道具，它是一个日期来的，可是它的这个日期是需要手动放上去的。今天是7月8号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摆在旁边咯。这个你们应该有在淘宝看过吧，其实它是一个镜子来的，放这就变成了一个，哇，花瓶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道具。然后我也是有买了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假花来摆在这些花瓶上面。哇，向日葵，粉色
set 的一个是我第一次在淘宝买一睡品，结果寄到来真的会睡掉，这边睡了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站立的，不知道要怎样啊，可能要丢掉了吧，要把它粘回去好像也很难。这个你们一定看过，因为很多人都有买来用，就是一个袋子，这样子放上去。你们应该看过吧，在淘宝一定有刷到这个东西，这个我觉得它好神奇，因为我看 video 是觉得很神奇啊，真正用我不知道好不好用。你们看，你们猜这个是什么？其实这是一个烫衣服的机器，它是类似那种加湿器加水，然后把衣服挂着这样子弄的，这个是小型的咯，这边可以装水。 OK， 来到了这个箱子的最后一样，也是我最期待的一个东西，哒哒哒哒，给你们看，就是这个。看，是不是好像很吸引人？我们现在就直接来一颗吧，我们来见证一下这个高粱饮到底能不能拉丝啊。然后这个女生卖的呢，她是可以拉丝的，有些人买到的呢，就是像我这样子拉不到丝，就证明不是他们家卖的，我应该是买到不是他们家卖的。我还买了两包，它很甜，吃了两颗下去就有点腻了。我在想我要怎样收拾这些餐具，然后再开这两箱。重点是我不知道我要把这些道具放在哪里。哇，很烦恼了吧。我直接就拿一部分的放在我床旁边，这样摆美了，超级好看的。下面就放这些假的书本，整个感觉就很好看。OK，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天，因为昨天我收拾好了过后已经很晚，所以我就等到下一天才开箱我们剩下的包裹。箱它比较多的是衣服，所以比较重。一个这样子圆球的一个花瓶，我觉得它很美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一直被这个花瓶吸引，因为我一直刷淘宝，就一直刷到这个东西，很吸引我，然后我就买了它，因为它是可以这样子拿来放花瓶。我给你们看，我到底买了多少假的花花叶叶，噔噔噔！会有这么多，是因为其实我是一 set 一 set 买的，就是我在淘宝有看到一个网店，它是专门卖那种拍摄的道具的，它就有分成一个什么什么系列，所以我每一个系列我觉得我喜欢的我都去买，然后它一个系列里面就有几个样品在里面，加买起来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，因为它每一个系列里面有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小清新系列里面就有这些叶子啊，柠檬片啊，或者水果主题，可能它里面有这种叶子，然后再搭配上这些小水果，假花假的葡萄，就是各种各样可以拍摄用到的东西，它都会帮你做成一个系列。还有这个假的冰块，假的玫瑰花，噔噔，雕像，这是另外买的，还有很多个不同的雕像。 Excuse me, no no。 再来就是呢，噔噔，我嘴巴讲我不懂要讲给你们解释，它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噔，我就可能有些产品可以跟着这个照片这样子做，然后把产品摆在上面，就整个照片看起来更专业。我觉得我想要做的东西我要做比较好，做比较专业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些东西回来一 set， 这样子里面有不同的正方形圆形的东西啦。这一箱东西呢又有东西坏掉了啦，镜子裂掉了，我买了好几个啦，因为它的照片是长这个样子的，我就买了一 set 回来，各种不同的形状，没办法了，算了吧。买这么多真的会用到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买来放着以防万一哦。这一箱好像都没有什么东西要介绍了，其他全部都是衣服。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的淘宝开箱，我不会拍我的衣服给你们看，我可能会放在下一次，就是专门做否衣服的淘宝开箱吧，然后顺便穿给你们看那些衣服的质感。我又要收拾餐具了，给你们看，这是刚刚开的这箱，全部都是衣服。最主要会中的东西是一个拿来拍摄的一个板，然后我买了很多个不同颜色的板，这样买起来所以很重。这样子的板，它的作用是怎样的呢？你们看这个照片，
你们看我买了这么多个水，超级无敌重，剩下的就是那些不是白美的，终于不是白美了，是那种日常用品。我本身是一个做什么我都会看电话的人，我冲凉我也会看电话，刚好我就在淘宝逛到了这个，其实我可以挂在冲凉房的墙壁。 OK， 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厕所了，它是直接可以粘在墙壁的，是可以365度旋转的啦，这样子打开手机放进去， OK， 还是可以 touch screen 的，开水，哇，它是防水的，所以不用怕。这个它裂开了，这个是一个采耳棒。你们懂什么是采耳吗？去按摩院，它有一个 service 采耳的，就是它会帮你挖耳屎。它有一个道具嘞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毛毛的，它会放进去耳朵这样转转转，你就会 feel 到那种很酥麻的感觉。我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啊，我觉得很蛤蜊，但是又很舒服，就很爽。因为现在 MCO 又没有的去按摩院，然后我也没有的去采耳，所以我就在淘宝买了这个采耳棒来自己弄。我先 try 一下是不是？它这样子很爽啊，蛤蜊。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，你们可以去 try 一 try， 很舒服很爽啊，你的耳朵整个，哦，我是一个变态耶。 Next one， 女生最爱的东西，首饰啊，耳饰，然后还有绑头发的，然后这两个，这个毛毛的很可爱，再来就是这一整包，噔噔， M&M 的发夹，不觉得很好看吗？俏皮的感觉，干嘛？你要吃啊？发箍。最近很流行戴发箍，所以我也买了。我现在没有style头发，所以看起来有点村姑样。另一个发箍，白色的，穿那种 dress 啊，仙女裙，再戴这个就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是，哎 ，no， 它其实是一个发箍来的，这样子放着绑我的辫子啦。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。剩下的都是耳环，这个是放在这边的，因为我这边没有打耳洞，然后我觉得这边有耳环很酷，所以我就买那种夹上去的。这个也是一样，是放在耳骨的，不知道它会不会掉啦，它应该是可以 adjust 的。也是耳环，是长这样的，很酷耶，蛮好看的。这个是比较高贵类型的。好啦，我介绍完了，然后呢，我过后用到一些觉得很值得买或者好用推荐给你们的，我就会把淘宝的链接放在我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，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下面去寻找你们想要的东西。不过如果有些用到不好用的话，我就不会放出来啦。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次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点个赞，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